绝对不会赖床，明天再带让你赖床。啊，我成功了，我要过热血的大学生活，我要挑战三天吃早餐，我要挑战每天十二点前睡，我要挑战一周不翘课，我要挑战欧趴，不要被恶意讲，我要挑战low风顶，我要挑战每天运动三十分钟，我要挑战交一个女朋友，放弃，我要挑战成为最热血的大学生。